们三个当年说我们一定要上小巨蛋，小巨蛋就居然在眼前，这种感觉其实蛮奇特的。制作人传了这个巧克力罐，然后真的，我们就突然有那个声音的瞬间，大家安静就开始。就算是二十分贝，我们都听得到。对，这边在打鼓，这边在幸福。对，今年是第六周年，我完全没想到，我们四月八号要上小巨蛋这件事情，其实对我来讲很梦幻。对，就是我在练团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很梦幻。我们三个当年说我们一定要上小巨蛋，小巨蛋居然在眼前，这种感觉其实蛮奇特的。那时候就是要做一张专辑，要开始制作之前的那个会议，就是在讨论说要去哪里录音。本来一开始我们三个打算是去夏威夷好了，结果没想到制作人传了这个。对，一间是控制室，对，一间是录音室，对，它两间就是刚好，有做隔音，然后一边就可以录，然后一边就录钢琴。那你的声音应该可以就是盖过就是旁边的一些，并没有，有一些真的很热情。我们住了那个四间房间，然后就是在旁边两间休息室，然后休息室坐着走过去的时候，这边在打鼓，这边在幸福，对。突然有那个声音的瞬间，大家安静就开始，对，然后就剩他在录音，你知道，就是音乐人耳朵都很灵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就算是二十分贝，我们都听到。然后我想说话，我做了一个蛮有生命力的专辑。